七张罕见老照片，图一令人唏嘘，图四不老女神，最后一张经典，英国王室玛格丽特公主乔治六世的二女儿伊丽莎白二世唯一的妹妹。玛格丽特公主前半生享尽荣宠，直至乔治六世逝世后，玛格丽特的人生也进入了另一个阶段，婚姻的不幸，艰辛的独身生活，晚年更是遭遇各种疾病折磨，令人唏嘘不已。图为玛格丽特公主罕见老照片，容貌清丽动人，微微一笑很倾城。1977年4月6日，撒切尔夫人在戴高乐机场准备前往中国时的罕见倩影，难得一见。英国经典爱情电影《简爱》的拍摄现场，两位家人相视一笑，极为惊艳。年轻时候的赵雅芝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，一颦一笑令人惊艳。1950年六一儿童节，毛泽东接受少先队员鲜花，难得一见。迈克尔·杰克逊被尼克斯世界纪录认定为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艺术家，被誉为流行音乐之王和世界乐坛演艺圈里最具代表性的风云人物，为整个现代流行音乐史缔造了一个传奇时代。图为杰克逊少年时的罕见老照片，邓丽君和林凤娇罕见合影，出众的容貌，甜美的笑容，惊艳的岁月。祝奇闻解密原创文章未经允许不得转载，图片来源互联网，版权归属作者。